哇，太香了。 Welcome to 北京的菜市场，这里网罗了各种名贵海鲜、极品牛羊和微胖的美食博主。老板，这是啥鱼啊？苏梅鱼吗？这多少钱一斤？四百八一斤是吗？这也还挺好。老板，这虾多少钱一斤啊？这多少钱一斤？这个65，这个50。这个呢？38一斤。这个呢？28。28的，给我拿一点好吗？够吗？哎，够了够了，8块是吗？18块。18块是吧？您能听出来我北京人吗？真的是吧，北京人。哎，得嘞。在北京30年了，咱。那您在北京待30年了是吗？能便宜点吗？多谢啊，多谢。今儿咱们就在北京做一道一虾两吃，蒜奶双香虾。和酒香虾油炒面，帅哥洗韭菜，靓仔剥蒜皮，大蒜拍碎剁末，大虾先去头，然后剥掉皮，虾头不丢，虾仁中加入蒜末和足量黑胡椒，搅拌均匀。黑胡椒呛的，搅拌均匀，腌制15分钟。韭菜切段备用，锅烧北京的空气耶。酱入薄油，来个靓仔转锅，油热后下入腌好的虾，翻炒到完全变色后转小火，倒入一点点牛奶，翻炒30秒后关火。牛奶不能多加一点点就好，剩下的吹掉。虾肉装盘，就这么点啊，餐馆卖68，再这么一摆又能涨20。大便沸水下入泡面煮3分钟，恰到好处。关火捞出，灶上热锅冷油，油热后下入虾头，小火熬出赤金虾油，下入韭菜炒香，泡面回锅，翻拌均匀，虾油裹满面条，加一圈生抽调味，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，筷子炒面，活灵活现，偷吃。哇，太香了。举一反三，一虾两吃，道道鲜美，其名如诗。这位是 Ablo do Casama 的蒜香虾，这个是 Double Suffer Fasama 的虾油炒面。一口炒面，一口虾，香到想要成个家。啥样？千山万水寻人间烟火，浮沉人世有真情，你我记得按时吃饭。抖音